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第八段，明眸光照业三昧门。我们从第六光看起啊，爱要光啊。第六光啊，有三首偈啊，我们把它念一遍。又放光明明爱要，此光能觉一切中，令其心要与诸佛，以及要法要众生。若常心要与诸佛，即以要法要众生，则在如来众会中，待成无上身法忍，开悟众生无有量，普实念佛啊，普实念佛化身宝，即是发心功德恨，是故得成此光明。爱要光啊，是四弘誓愿里面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所以他有爱要啊，这个字念去身，要是爱好啊，不做快乐奖啊，做爱好啊。说此光呢，能觉一切众啊，佛的光明里面，接触佛的光明，自自然然呢，对于三宝就有爱要的意念啊，这个心呢就会生起来啊，所以这个佛光铸照啊，利益无边啊，这里讲的略举四十四种光。在佛光里面，这四十四种的殊胜功德利益都能感受得到啊！四十四不是数字，都是代表啊究竟圆满啊，所以全是表法的。这里面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晓得，佛光是自信本来具足的光明啊。虽然每一个光都讲这个光的因，都讲这个光的果啊，都说到因果实在呢，都是自信信德本来具足的啊。那么这也就是大乘教里常讲的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显示出这个道理啊。无论是信具啊，自信本来具足，无论是修德啊，那么众生做卧感卧果呢，是不是自性本具的呢？给诸说也是啊。那自性里面有卧吗？自性里没有卧，没有卧为什么有卧因有卧果啊？这个就是经教里面所说的真如不守自性啊，
一念不觉而有无明。那么这是佛在大乘教里面常说的一念不觉。这一念有没有因呢？没有。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佛还举了个比喻，眼若大多迷头人眼。那么像这种例子，实在讲我们很多人自己都遭遇过。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念书，抗战期间学生呢都有一门课功课叫军训抗战期间嘛上军训课的时候紧急集合那个服装要整齐这是很整齐，帽子都在头上呢忽然很慌张问别的同学，你有没有看到我帽子慌张的不得了，同学一指，你的帽子不是在头上吗？也得忘掉了，不晓得什么时候戴上这个就是佛的楞严经上讲的眼若大多迷头人眼，是同样一桩事情你说有没有原因？没有原因所以叫无识无明这个味道很深无识无明是这个无明，就是你迷惑没有开始要有开始不就是真的吗？没有开始那就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迷了之后继续越迷越深，这个才叫做麻烦但是迷得再深真正一念觉悟了，你就清醒过来了再深的也 一刹那之间就醒悟过来所以人到悟的时候，大彻大悟的时候，哪一个不是顿悟全都是的然后才知道佛菩萨教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高明到极处你对于感受佛光的照耀，感受佛法的气氛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这个道场的气氛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外国人讲磁场就不相同那么这个地方的气氛跟一般佛教寺庙也不一样同学们细心常在此地听经，也去参观其他道场，去那里去烧香拜佛，你会有不同的感触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毛光照义前面跟诸位说过这个毛是形容多就是你感受很多很多绝对不是一种，那么跟每个人的情绪也不相同，你在欢乐的时候有一种感触，你在遇到伤心事情悲哀的时候，你进入场会的时候也有一种感受不一样所以这个感受是无量无边千变万化还是随着你自己的
这个起心动念啊，你心静清净有清净的感受，浮躁有浮躁的感受啊，不会相同的。那么这是学法门啊，就好比我们在此地上课一样啊，讲经就是上课嘛，对，学法门嘛，啊，学法门的这个感受啊，那就是我们先前所说的啊，这个光啊，能觉一切众啊，所有的光都能觉一切众，所以这能觉一切众是个共同的名词啊，共同的现象。那下面别说，令其心要与诸佛，诸佛是自信啊，是真心，是本具啊，这许许多多不同的名词意思是一样的啊，诸佛狭义的来说啊，华严经这是原教，初住以上到旧经去42个位次啊，这诸佛是说这个。如果广义来讲呢，广义到一切众生啊，天台家讲的六种佛啊，叫六即佛。第二个是理即佛，那就是所有一切众生统统是的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每一个众生在理论上讲啊，也是佛在前面跟我们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是从理上讲的，也就是说从性上讲的啊。我们中国老祖宗5000年前就告诉我们，人心本善，那个心就是佛，佛是本善啊，本来就善的啊。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从理上讲啊。那么以后为什么变成不善呢啊，变成不善是识变的，识是什么东西呢，是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你说你有没有，统统都有啊。你要是没有，这八个字要是没有，你就不在这个六道啊，你就不在这个世界，到哪里去了，华藏世界去了，极乐世界去了啊。极乐华藏里面的人，他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里会有分别执着呢，那当然没有啊。所以要晓得佛跟众生啊，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凡夫，六道凡夫啊。啊，六道呢也就是从这儿来的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佛。这个在一真法界刚才讲了，在华藏在极乐
啊，那么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之处，这个人在四圣法界，在十法界里头最高的两层啊，佛菩萨啊，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就是有妄想，有分别，没执着。如果说是他还有妄想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那这个人叫阿罗汉啊，他不在六道啊，他在四圣法界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一层叫声闻，第二层叫缘觉啊，他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一定要晓得，我们能下个狠心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不就成佛了吗？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释迦牟尼佛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做不到没关系，你要知道这个事实啊，这是事实真相。他给我们实现的是九岁出去求学，学了十二年啊，你要记住他是王子的身份，聪明绝顶啊，这样的年轻人哪一个老师不喜欢呢？印度当时宗教里面高僧大德，学术界里面学者权威啊，就专家学者，释迦牟尼通通去请教过啊，向他们学习啊，学了十二年到三十岁那么他十二年的成就我们能想象得到，那相当可观啊，啊，也就是说世间法统统都学到了，学尽了，真的是毕业了，无学了啊，但是怎么样呢？不究竟，终极的问题不能解决啊！什么叫终极的问题？生死的问题啊，不能解决。啊，第二个呢，六道是清楚了啊，他们无论是学术是宗教通通修禅定，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四禅八定啊，这叫世间禅定。你得这个定呢，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次全突破了啊，所以六道里面的情形你能看见，你能听见，你能接触到，这一点不假了。那这个不是打妄想啊，叫限量境界啊，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呐、啊，啊，这个是都明了了。可是六道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啊，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没人能答复。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到恒河边啊，找一棵大树啊，在底下入定，把十二年所学的统统放下。对，放下什么呢？放下
起心动念妄想执着啊，因为他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是定功暂时辅助，不起作用。可是一出定啊，一出定啊，妄想分别执着又起来了。所以佛说这叫世间禅定，世间法。那我们从这里就明白了，佛法里面讲世间法、出世间法标准在哪里呢？标准就是在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只要没有放下，无论学什么都叫做世间法。我们今天学华严经，如果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世间法。假如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了，统统放下了，给诸位说，我们学弟子规，弟子规是大方广佛华严，是出世间法啊。所以你就晓得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了，不在法里头，法里面没有是出世间，平等的啊。世间跟出世间差别在哪？差别在自己，这个要知道啊，否则的话你找出世间法你永远找不到啊。啊，只要你看，只要放下执着，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啊。放下执着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出离六道轮回了啊，到四圣法界了。放下妄想呢，那十法界就超越了。到哪去了？到一真法界去了。一真法界就是华藏，就是极乐。啊，体就是法性，也叫佛性，也叫真心，也叫本性。啊，学习大乘，真正有善根福德，没有不喜欢真心的啊。真心是什么样子呢？啊，真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啊，能叫人生这么样的这个爱要之心呢？六祖在《坛经》上说得好，啊，你看看他说的二十个字，你喜不喜欢？啊，二十个字五句，一句四个字。啊，第一句，本自清净。心清净，身清净，身心健康，世界清净啊。为什么呢？世界是依报，依报随着正报转啊。啊，没有不清净的，清凉世界从哪里来的？从清净心现出来。香港这个地区，诸位知道啊，很不清净啊，染污非常严重啊。如果你自己真的得清净心，你住在这个地方，香港是清净世界，你能相信吗？你一定会摇头，我说相信，没错，你当然不相信。为什么呢？你心不清净。那你什么时候心清净，你就见到这个地方是净土。
中峰禅师说得好啊，此方即是净土啊，净土即是此方啊，此方是香港啊。啊，那你没有这个功夫转境界，再告诉你，这个地方本来清净，为什么呢？发心土啊，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发心土啊。为什么不清净呢？我心不清净，所以把清净的净土变成秽土。本来清净，所以佛菩萨心目当中，他现在还清净，他永远是清净。啊，这叫什么呢？心转境界啊，大乘教里面常讲依报随着正报转啊，所以我心不清净，没有一样是清净啊。那么经上佛也说过，菩萨成佛啊，成佛的时候忽然看到大地所有一切众生皆称佛道。这句话怎么讲法？他自己成佛了，所有一切境界统统都变了，他看的不一样，他看到每个众生都是佛，真佛，绝对不是假佛。所以他能对一切众生生起恭敬心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他真能做到啊！啊，我们今天看到一些人都是凡夫，为什么呢？自己是凡夫，凡夫看一切众生是凡夫，凡夫看净土是秽土。啊，佛看凡夫是诸佛，佛看秽土是净土，不一样啊！啊，本自清净呐，啊，本不生灭，啊，本不生灭是印度所有宗教里面追求的终极目标，叫大般涅槃。大般涅槃是印度话啊，意思呢，意思就是不生不灭，宗教里面讲的永生啊，啊，可是印度所有宗教都没有能够获得啊，他们的宗教最高的层次到四禅天，到四空天，啊，把四禅天、四空天，以为那个境界就是般涅槃，啊，最高的是飞翔飞飞翔出天，寿命八万大劫，这个八万大劫到底有多长？那我们讲大乘教里头所说的这个世界有尘住坏空啊，这现在科学家都看到啊，看到晚上在天文望远镜里面看到太空的星球，有发现新的星球，有发现呢这个星球爆炸了，爆炸就是灭了，所以星球有尘住坏空啊，一个尘住坏空啊，叫一个大劫，叫一个劫。那八万大劫，拿我们地球太阳系来说吧，太阳系啊，尘住坏空八万次，那我们现在人讲，现在科学家
宇宙的生灭八万次，这个时间多长啊？飞翔飞飞翔天人，他的寿命那么长，他能够看到这个星系啊，宇宙啊，沉住坏空啊，八万次，那他的寿命就到了。寿命是到了是什么呢？他又起心动念了，所以他的妄想分别就是没有断掉，他是定力扶住，他不起作用。啊，到八万四千次的时候扶不住了，又起作用，又起作用是轮回的现象又出来了。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啊。要不是佛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啊，我们永远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他没有断，他叫世间法，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真正的般涅槃不生不灭，那什么？那是自性啊。佛法里都有，大乘是圆满的，小乘是不圆满啊。因为小乘只是把执着啊，世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没有了啊，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这个境界佛法里叫偏真涅槃。不是究竟涅槃，究竟涅槃是大乘教里面佛所证的啊，那就是自性本不生灭啊。你说这个要不要啊？无论什么人，他一定想尽求得了，不是自性里的本有，不要向外去求啊。第三句话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个具足就是一样都不缺乏啊，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相好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福报啊。我们今天讲智慧才艺福报统统具足，一丝毫不欠缺啊！所有一切众生平等平等，没有说哪一个比哪个多一点，哪一个人比哪个少一点，没有，平等的啊！为什么呢？自性本来具足的啊！所以你要求智慧，你要求才艺，你要求福报，不要到外面求，外面求不到。你要向自性里面求，自性是佛啊，所以向佛求不是向外面的佛求，是向自性佛求，那就有求必应了。你向外面佛求那是迷信啊，外面的佛是表法的，看到佛就要想到自性是佛，他提醒是这个意思这个要懂得，佛不在外头啊，啊，法跟身都不在外头啊，啊，第四句他说本无动摇，你这个心是定的，永远是定的，从来也没有动摇过。那为什么像现在我们的心不定呢？啊，尤其是心浮气躁啊，心神不安啊，这个不是正常现象啊，是反常的现象啊。
啊，这种不安是始于妄念。你看，前念生后啊，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全是妄念。啊，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妄念，所以它本来是清净的。啊，本来没有动摇过，没有动摇就是定。啊，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它本来是定的，定生慧呀。幕后一句是能生万法，万法是宇宙啊，宇宙是你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啊，如果你要知道自性有这样殊胜的好处啊，我一定要把自信找回来啊，我现在迷了，我一定要找回来，找回来就是祝福啊。所以你真正晓得，你当然要与祝福啊，你会把学佛看作真正快乐的事情。我在年轻的时候，方东梅教授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一句话呢就是这一句，令其心要与诸佛，你看是不是有个意思啊。这经上是用文化说的，方先生用白话说的，有个意思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真正明白懂得了，你就会乐此不疲，啊，快乐无比啊。啊，那么下面讲，戒疑要罚，要众生。前面佛是体，自性的性体是佛，那法格僧呢就是自性的德用显示在哪，显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法是什么？佛家常说啊，有人问呢，什么时候法？祖师的答复很简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就是法了啊，方便叫善巧方便啊，善纯善没有我，巧巧妙极了啊，方是方法，便是便宜啊。那方便两个字，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最适当的方法，最合适的方法啊。那这个方法就不是定法，因人不同，因时不同，因处不同，因事不同，变化太大了，所以佛家呢无有定法可说啊。啊，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啊，遇着这些人事啊，佛的说法千变万化啊，必定
令听法的人得利，现前就得利，大根性的人得大利，他大彻大悟了，小根性的人得小利益啊，眼前他遭遇的困难的时候，哎，他知道怎么解决，这是小小事一桩。这是我们在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这《大藏经》里面可以看到啊。啊，佛所说的这些教诲，集结成经藏，流传到中国来，少分呐。诸位要知道啊，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呐，运输非常困难呐。尤其经典，佛陀那个时代没有纸张，啊，这个文字写在树叶上，贝多罗树，啊，所以我们称贝叶经。啊，那么这个树叶很大，就像我们中国看到芭蕉树一样，树叶很大。他们把树叶裁成一条一条的，啊，大概这么宽，这么宽，这么长一条，两面打洞，用绳子穿起来，可以翻。写的时候两面可以写，大概一面呢写四行，顶多五行。啊，这个贝叶经很多博物馆里面有收藏，诸位可以去看啊。所以一部经就很厚很厚啊，那一部华严经啊，像现在用卡车装，总要装两三个车 啊一部经呢，你说运输多困难啊，从前没有车，马驮骡马了啊，用马驮经呢，啊，大经一部经就要好多个马匹，啊，你就晓得运输多困难。所以，经书传到中国，中国的法师到印度去留学，总是精挑细选，啊，选最好的，啊，最适合中国人口味的，啊，中国人所需要的。精挑细选，不是全部都过来呀。啊，那么运到中国了之后，这个翻译啊，也不是完全都翻了，也是在里面选择，所以做第二次的筛选，啊，选出契合中国人根性，中国人先前迫切需要，啊，这样子选出来的，啊，所以。没有移出来的东西还很多啊，现在全散失了啊，真可惜，全散失了啊。散失不要紧，其实佛经步步经呢，它终极的修学目标都是明心见性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说明事实真相，诸法平等，无有高下啊。那换一句话说，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就是一部经就能成就啊。这一部经成就的时候，你一切法全通了，叫一经通，一切经都通了，一个法门得到了，一切法门全得到了啊。那我们晓得这个呢，这个经典啊，流传后世多少就没有关系了啊，我们的心也放下了啊，随便哪一部经啊，你学习这部经总是与你自己有缘分啊。为什么呢？你喜欢这部经吗？啊，爱要这部经吗？啊，华严是大部的，般若心经是小部的，只有260个字。如果是一生受持，啊，般若心经这很小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
也能大彻大悟啊，跟华严没有两样啊。啊，那这什么原因？全是自性流露，所以到最后还是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就是大彻大悟。啊，怎样能回归呢？回归的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在放下。啊，我读600卷《大般若》，啊，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啊。我最后给他总结，写了12个字。600卷大般若说什么？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12个字啊，那你真正是了解一切法的真相了，这一切法你还放在心上吗？你还会执着吗？你还会分别它了？自然放下了。啊，那一放下，你就明心见性，你就回归自性了。啊，那个境界就跟慧能大师所证的，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所证的无二无别，完全相同。啊，佛佛道同啊！啊，所以你不能不放下了。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勉励我们的同学啊，你真正想齐如佛境界，哎，这不敢讲齐如啊，啊，你只想入门呐，你能入佛境界的大门啊，至少你要放下16个字，这我常讲啊。这16个字要是不能放下了，你永远在门外，你没进来。啊，你走到大门边上，你进不来。啊，这16个字头一个自私自利。为什么？自信里头没有自私自利。啊，自信里没有的要放下。名闻利养，自心里都没有；五欲六尘，自心里都也没有；贪嗔痴慢，自心也没有。这16个字啊，把这16个字放下了，你刚刚入门。什么地位呢？佛教幼儿园小班第一天上课，我用这个比喻跟你说，那幼儿园上面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哦，原汁原意啊。但是你们上幼儿园小班，哎，开始上课了啊！如果这16个字放不下，你小班都没进去啊。这样看起来佛法真的不容易啊。啊，确实。可是佛门里头有个特别法门，一心道。这个地方也讲到了，你看他这个第10句里头，普实念佛发生报。啊，这个里面什么？这里头有念佛法门。那就是个特别法门啊，念佛成佛了啊，念佛成佛，要不要放下呢？也要放下，你不放下不能往生啊。不过那个放下是吧，
你暂时放下心。什么时候暂时呢？往生最后那一念你能放下，你成功了。往生的时候最后一念还放不下，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阿弥陀佛拉都拉不动你。啊，所以要往生最后那一念放下，我们要有把握，就是平时要放下。啊，到那个时候才有把握，平时练兵啊，到那个时候是打仗啊，啊，平时不操练怎么行呢？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讲的这个自私自利要淡化，一年比一年淡化，啊，名闻利养都要放，尽量的放。啊，五欲六尘，这就是物质的享受，要随缘。啊，不要计较。啊，不可以贪求。啊，有很好，没有也很好。啊，根本不放在心上。啊，贪嗔痴慢，通通都要淡化。越淡越好。我们念佛往生才有把握，叫待业往生啊。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坚固的执着啊，有这个念念在那里追求，这个很麻烦，这个与道啊完全相违背啊，那你就很不容易成就啊。所以法这个字是关键啊。我们没有见性没关系啊，如果能够在法跟生这两个字上下功夫啊，逐渐逐渐呢，我们能够接近见性啊。生是什么意思呢？生在此地讲的是与大众和睦相处啊。生的本意叫和合众啊。佛家和合众的标准有六条：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力和同均啊。跟所有一切大众都要守这个原则，这叫做要众生啊。啊，那别人不喜欢我们呢，讨厌我们呢，我们回避，让他生欢喜啊。他喜欢我们，我们一起接近啊，在一块共同学习啊。不喜欢我们躲得远远的啊。一生记住，与一切众生结善缘啊。结善缘就是无论哪个团体都欢喜你啊，都愿意接纳你，都欢迎你啊。广结法缘啊。那么世间人讲的是广结善缘啊，真正要做出是牺牲奉献啊，念念呢懂得谦虚，懂得礼让啊，懂得尊重别人啊。冤亲债主也要尊重，冤亲债主就化解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他对我误会没关系，让时间让事实真相去化解啊。我们不要急着去解释，没有必要啊。这个地方那看你的修养了
啊，非常重要啊。所以懂得尊重人，人家就尊重你啊，敬爱别人，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帮助别人，你能做到这些，哪个不欢迎你啊？啊，你走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甚至于不同的宗教，都欢迎。啊，那么很多同学晓得，我们这些年在世界上团结宗教，团结族群，我用什么呢？就用这几句话。啊，这个几句话你也晓得从哪来的？从《华严经》四摄法来的。啊，四摄法布施、爱与利行同四。啊，你用在家庭，你一家和睦，家和万事兴啊！啊，你用在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是僧团，祝福护念，善生有苦啊！你用在这个社会，就是和谐社会。用在这个国家，那就是安定、和谐、富庶啊。用在世界，就是和谐世界，天下太平。我们学了要会用啊，那么最用得的最大的利益，自己身心和谐啊，身心和谐就说明百病不生啊，啊，你生病时你身心不和，身心调和哪里会生病呢？啊，所以身是和睦的意思。啊，首先自己跟自己要和睦。啊，这个和睦就是自己的本性跟习性。啊，习性跟本性是不和的。你要如何能调和？啊，尽量的。化解脾性，提升本性，你要在这上下功夫啊！啊，那就是说，要改毛病，要改习气。啊，毛病习气属于习性，要改。啊，尽量呢，让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自信接近。啊，那自信我们不要讲得太高，我们把标准拉到最低，确实与心得相应，弟子规就是啊，所以学习弟子规就是转习性为本性啊，去做这个功课啊，与感应篇相应，与十善业相应啊，那么这个都是心得，心得落实到我们现前的生活境界里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啊，佛法的六合经文字不多，可是义理境界深广无际呀，真的是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
都不能离开。特别是金河同解，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建立共识，我们的想法看法都一致，和谐不就现前了吗？啊，那想法看法怎么能够一致呢？大乘教里用的最好，那个方法好极了。你能把你自己的想法看法统统放下，他也放下，我也放下，不就一致了吗？哎，绝不是说你的想法看法错误了，我是正确的，你们要依我的，谁也不服谁。佛说了，自性清净心里面没有看法，也没有想法，所以把想法看法统统放下，岂不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吗？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大家的想法看法完全一致了。你看这个法子妙不妙？我在初学佛的时候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太高明了。啊，佛陀没有说你们的想法看法错误了，我是这个佛陀，我的看法想法是正确的，你们都要依我。佛不是这个说法，佛教我们统统放下啊！你看看，放下执着阿罗汉，放下分别是菩萨，放下妄想就是佛啊。那么佛法这个成就的三个层次没有别的，全是放下，就放下见和同解啊。啊，那我们初学佛的人做不到，说老实话执着放不下啊。那这时怎么办呢？哎，可以用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啊，我们自己什么想法就这个看法，我们把它放下，我们都依圣人的教诲，哎，这个也是好办法啊。圣人的教诲，对吧？《弟子规》、十善业、沙弥律仪，这是圣人教诲。我们依教奉行，这是教幼儿园的佛法啊，是起步。你要不从这里起步，你的德行不能建立，也就是说，你的烦恼习气不能够化解。你回归不了自性，啊，圣贤教育目标都是叫你成圣成贤，啊，这是终极的目标啊。儒家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学术。啊，中国老祖宗叫人学圣人，成圣成贤。啊，圣人是什么样呢？圣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与性德相应。啊，也就是说，与本善相应。父子有亲，是本善；君臣有义，是本善。夫妇有别是本善，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本善。啊，另外又开出八德：孝悌忠信是本善，礼义廉耻是本善，仁爱和平是本善。啊，我们用这个来做标准，啊，见和同解。你看用得上啊，啊，六合敬的时候用到儒家也用得上啊。
啊，用儒家的标准，啊，这个什么，我们真的放不下，就采取圣人。啊，那佛法也是的，佛法叫初学，初入佛门。啊，那我们这个知见，用什么来做标准呢？净土宗净业三福就是最高的指导，实在讲净业三福不仅是净宗，大小乘佛法都是以这个为基础啊。为什么呢？三福后面佛说过了，讲三世诸佛，那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三世诸佛都以这个为基础啊，我们才晓得净业三福是必须要遵守的最高的指导原则。他第一句话，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怎么孝养父母，怎么样奉师师长啊，所以我把它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百分之百做到了，这两句话就做到了啊。接着他说，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慈心不杀因果教育啊，我把它落实在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呢，这个清楚了，这个就是十善业大经，你看看他第一条教导我们的，我们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三个根扎下去了、这三个根扎下去，给诸位说，真的是佛教幼稚园啊，能够百分之百的做到，做得很圆满，你可以升级了啊，升到佛教小学啊。小学讲什么呢？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戒是无上菩提本啊，啊，这才跟你谈戒律啊。啊，戒律里面有出家有在家，这是什么生活规范的啊，日常生活当中指导的原则来培养你的根啊，啊，让你这个根慢慢茁壮啊，啊，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那是根，到第二幅的时候使你这个根呢茁壮啊，像树苗一样慢慢长成大树了。第三幅是开花结果了。啊，那么有这么一个基础之后，无论你学儒、学佛、学道，选择一部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你没有不成就的 啊，在中国几千年当中啊，多少的圣哲他是怎么学出来的啊，多想一想，都是父母砸的根，母亲的功德最大啊，为什么呢？古时候教儿教女母亲的事情，母亲不离家庭，不离儿女，父亲出门谋生的啊，担负起
家庭的经济生活，啊，经济的来源靠母亲，儿女的教养是母亲的事情，啊，这个家庭经济是父亲的事情，所以男女有别，别他任务不一样啊。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佛法也是如此啊，母亲的恩大于父亲。啊，在大乘戒律里面，出家人得到的四种供养，母亲可以用，父亲不能用。啊，父亲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母亲可以用。啊，你看戒经上它就有差别啊。啊，十方供养啊，只有你可以供养母亲，拿去供养母亲。其他的人不可以，啊，你的父亲，你的这个兄弟姐妹都不可以，啊，只有母亲可以。啊，佛在戒律制定的很严格，啊，是母亲教出来。但是你要晓得，母亲教子是最初的一个阶段，啊，顶多教到六七岁，母亲就放手让老师教了，啊，老师接着教，所以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老师怎么教法呢？啊，老师要好好的把这个学生的根要保护好，啊，不能让他变质，啊，要好好的严加看管，啊，叫管教啊，啊，不能让他行为越轨，然后教他读书。中国人就所谓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啊，十年寒窗呢大概是七岁上学，念个十年十七八岁了，啊，十七八岁真的他有成就了，啊，无不是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他念了十年了。参加考试啊，可以考到状元呢，啊，状元就是考试里的第一名啊。啊，所以古时候真的有考取状元的，啊，榜眼的、探花的，这前三名，没有到成年。成年是二十岁啊，没有成年的时候，童子就考中啊。啊，所以要晓得，啊，是不是老师教成的？老师可以说是护持，老师是保姆。啊，成就是他自己成就，啊，自己的成就决定超过老师，啊，从前老师多半是秀才啊，啊，也有举人，啊，举人年岁大了，啊，不做官了，啊，回到家里面来教小朋友有少数，啊，秀才是绝对大多数。啊，古时候的秀才、举人、进士是学位的名称，啊，像我们现在的博士、硕士、学士，秀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进士相当于博士，啊，最高的学位，
最高的学位，第一名叫状元。啊，大概中举人多半都是为国家服务了。啊，现在人都去做官去了。啊，国家人才是国家培养的，啊，国家人民呢，用人呐，啊，所以私塾只是培养基础，啊，到考试及格之后，啊，中了秀才之后，都由国家来培养。啊，所以成名我们就晓得，一定是自己有志于学，学而优则仕啊！啊，有志于学，有志于沉船，圣贤事业，圣贤的道统啊。佛法里面讲啊，传法了啊，像玄奘大师讲的如来家业啊，如来家的事业就是教学啊，弘法利生，如来家业，释迦牟尼佛在世啊讲了49年了啊，就教了49年了啊，就法要知道，啊，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道德、学问，啊，僧也要认识清楚，啊，僧是团体，人没有办法离开社会独立生存，啊，家庭也是个团体，最小的团体。啊，所以从前是大家庭，大家庭是社会团体，啊，三代同堂最少的，一般都是四代同堂、五代同堂，每一家多少人？少50-60口人，多100-200口人，啊，子孙儿女多啊，所以治家了。就能治国啊，那治家跟治国没有什么两样啊，啊，大家庭制度啊，那么现在学西方呢都变成小家庭啊，兄弟姐妹统统分居了，不在一起了啊，从前这个家永远不分的，没有分家的啊，分家说明说你家庭不和了啊，所以由一个家就变成家族啊，这个家族的成员，每一个成员都是这个家族的生命共同体，这个生是这个意思啊，啊，是团体扩大。是社会，再扩大是国家啊，和睦的是最重要，是平等，平等对待才能和睦相处，如果不平等，和睦啊就是假的，决定做不到啊，啊，我要自以为啊，自以为是，你不如我，这怎么平等，怎么能和睦啊，所以和睦的基础，和睦的先决条件是平等对待啊，佛教我们平等是最有效果的啊，这个在
哪一家哪个宗教都没有佛法，巧妙啊！佛法平等用什么教呢？用供水。哎，你看佛供佛菩萨都供一杯水啊，这是最低限度的。你不供香不供蜡烛都可以，水不可以不供啊。水代表什么？水代表清净平等，让你每一天看到这供杯的水，就要想到我的心像不像这个水这么清净，像不像这个水平等，不起波浪。他取这个意思啊，那个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是让你时时刻刻想到我要用清净心平等心待人接物。你说这个意思多好，这个意思多巧多妙啊！这是佛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啊，叫你养成清净平等心啊，清净平等就能照啊，那个照什么？就是智慧觉，清净平等觉。你处事待人接物不会感情冲动啊，你会很冷静地来观察处理，避免过失啊！啊，所以这一句是叫我们对三宝啊，生起爱要心呐、啊。那三宝说的是佛法僧上广义的，广义的佛法僧是整个社会大众啊，僧是团体。啊，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不同的团体叫众生啊，家庭是最小的团体，你看学校是团体啊，我们这个道场也是团体啊，公司行号也是团体啊，人离不开团体啊，都是过团体的生活。大的这个团体单位是国家，是民族，啊，是宗教，这个大团体，啊，再扩大就是整个人类，我们再看第二首，若常心要于诸佛，即以要法要众生。这在如来众会中啊，得成无上身法人啊。那么前面所说的，你都能做到了啊。你能爱自心你能够顺自心顺心是法。你能与一切大众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圣啊，这些能做到了。下面说呢，则在如来众会中此地，这个如来你要懂。佛经里面凡是讲如来多半从性德上说的，讲诸佛呢是从相上说的，你看前面讲诸佛啊，诸佛是从四相上讲的，如来是从性体上讲的啊。如来众会啊，就是自性众会啊。啊，自性众会是什么呢？中峰禅师讲得好，
无心即是弥陀，弥陀即是无心，心就是如来啊，所以是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那你就晓得，所有一切众会都是自信众会啊。下面这一句是讲的好了，你要肯定啊，一切众生跟我不二。整个宇宙心现识变的啊，用现在的话说，一般人讲的话，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那么你处事待人接物，你能不能忍，自然就行了。啊，你在这个所有万事万物当中，你还有没有讨厌的？啊，你也有讨厌的是吧？就是讨厌自己心的。啊，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整个人生比喻作法性。啊，身体各个的部位，各个器官，啊，各个部位，甚至于各个细胞，这是法相啊！法相从哪里来的？法性变现的，它是一体的啊！这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细胞，你有没有哪一个讨厌的？你要把它去掉，有没有讨厌的？没有。啊，为什么呢？你还会很好地把它保护到一体呀。啊，眼耳鼻舌身呢，每一个器官都健康，都是第一，你的才叫真的健康。啊，如果只维护一个，啊，我眼睛好，其他的都不照顾，你变成残废人。你不健康啊！啊，这个道理你懂得了。我们今天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每个国家就像一个器官一样，啊，我这个国家拼命发展，啊，高效率的发展了。旁边的国家的时候，它落后，这个地球不健康了，社会有毛病了，就跟身体一样嘛。啊，我是眼睛，它是耳朵，我眼睛非常好，啊，耳朵不行了，不就是这么个情形吗？所以要共同发展。要同步发展，你要有这个心量，就真正落实了平等对待。平等对待的果报就是和谐世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啊，你就晓得和谐世界应该怎么做法啊，还是啊从我心开始啊，我要认真这样做法啊。现在的世界是有史以来最混乱的世界啊，真的是历史上所讲的乱世啊，大乱之时啊。那乱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大家都迷失了自信，都违背了心的啊，
这样造成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反常的现象啊。那要怎样帮助大家回头呢？要靠自己啊！我自己没回头，怎么能帮助别人回头啊？果然能够找到志同道合，都能够自觉了，明白这些道理了啊，真正觉悟了，我们几个人回头就能感动全世界啊，能有十几二十个人真回头了啊。为什么说可以感动全世界呢？啊，像我们这样去每天来上课，每一天来学习圣贤教诲，我们利用网络，利用卫星同步啊播出去，全世界人都能看得到，都能收听得到啊。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的传播，是在讲每一天播8个小时去，诸位都晓得全球时差不一样啊，每一天播8个小时，能有20个老师啊，每个人每天讲8个小时啊，8个小时排满的时候，一天重复播3次，用各种不同的言语啊，做这个远程教学。我们自己学习独善其身啊，用远程教学的方法兼善天下了，其而不是啊。我相信教一年就能唤醒啊，至少1/10的人回头，那就不得了了啊。那么继续办个3年5载，就能唤醒1/3的人，这个天下马上就太平了，和谐社会呀就实现了啊。和谐社会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大同世界世界啊，天下太平啊，诸佛的乐土啊，是可以实现的啊。就在今天，我们在这么多年的学习当中，什么最重要啊？圣贤教育最重要啊。没有法子推动什么，大家都迷惑了啊，迷到哪里去了？迷到财富里去了，都钻在钱眼里面去了啊。所以古人做的这个铜钱非常有道理啊。你看古钱圆的，当中有个方洞啊，有个方的洞，像什么东西呢？像古时候的刑具枷，犯罪的人在枷啊，做成这个样子就是告诉你这不是个好东西。你要迷在里面的时候，你钻到钱眼里面去，那就这个枷锁啊就铐住你了，你就失去自由了啊。枷锁是监狱里面的刑具啊，他把它用来比喻做什么？比喻做地狱啊。你迷在这个地方，你将来的前途是多地狱啊。啊，所以中国人这个
做的这个形象，它都是有表法的意思啊。钱不能没有，血有不可以贪，不可以迷恋在里头啊，时时刻刻提醒你。文字也是如此，你看钱这一边是个金啊，金是仁爱啊，那边两个人都拿着刀在拼命夺，你看的人多可怕了啊，拿着刀在争这个金啊，这钱，这它是好东西吗？不是好东西。你钱太多了，就有人拿着刀来动你了啊。所以你从文字真的是智慧的符号啊，叫你看到的时候就提心吊胆了 啊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啊，所以这些这个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所没有的啊，它是慧义，它是智慧的符号啊。纵然你不认识，不晓得这个字怎么念法啊，可是你看到这个字的写法，你晓得它的意思啊。所以从文字里面它就开悟啊，这是外国文字是做不到的啊，中国文字有这种效果啊。所以你真的啊懂得要佛要法要僧啊，你就能在所有一切大会当中啊，这个大会就是处世待人接物，在这个里面呢，你能成就啊无上生法缘。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法得成于人啊，人是修行关键的功夫啊。你看菩萨六度啊，金刚经里面这个六条六个项目说的最多的，说的最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布施，一个是忍辱啊。说的最多的是布施，布施是舍，是放下啊。所以布施能修福啊，忍辱能保持啊。如果不能忍，你所修的福都漏掉了，保不住，人能保得住啊。所以人里面有僧人有法人啊，对人对事都要能忍耐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啊，你看这个字的这个像，你一看就晓得了什么叫人啊。啊，心头上一把刀啊，能忍受啊。啊，所以在顺境里面啊，这个环境非常顺利，自己非常欢喜啊，善缘，善缘是人事环境，跟你往来的都是好人啊，你很开心啊。在这个里头修忍，忍什么呢？不生贪念，因为这样的环境呢容易生起贪爱啊，贪爱是烦恼啊。你贪爱这个地方啊，你将来来生死的时候一定在这儿投胎，麻烦不麻烦？所以忍要忍啊，不要有嗜好啊。我们有看到出家人啊，出家人贪爱什么呢？贪爱佛像，
我曾经遇到一个法师在美国，他收集了几百尊的佛像，都是古董啊，他有一个房间供到里面啊，像藏宝一样。我去的时候，哎，他打开了让我去看，告诉我这个佛像啊是哪个朝代的啊，有唐朝时候的啊，魏晋时候的佛像非常名贵，有泥塑的，有木雕的，有铜铸的啊，那么也有画像。佛哥在经上告诉我们，如果你非常爱好这个东西，将来死了以后啊，你还是舍不得离开，那怎么办呢？啊，会依附在佛像上的小动物啊，你是这个木头佛像会生虫，你就投胎变成了虫啊。有的时候这个铸造的这个佛像里面有老鼠打洞钻在里头，那你就变成老鼠了啊。所以怎么，这是麻烦事情啊。还有一些人呢，喜欢金属，哦，把它当作宝贝啊。那么死了以后，这经书里头有蛀虫，哎，他投胎肯定是有蛀虫，为什么呢？他舍不得离开啊。所以人决定不能有时候啊，一定要放下啊，有很好，没有也无所谓，不能有贪恋之心。那在逆境里面啊，环境不好，逆缘遇到的都是恶人，都是自己的冤亲冤下对头，在这里学习就是不生嗔恚。那么换句话，顺境里面你学着断贪心，逆境里面学着断嗔恚心。没有这个境界，贪嗔痴到哪里去断呢？ 啊天天念没有用啊，要境界现前看看真的有没有贪嗔痴。境界现前没有贪嗔痴，真的放下了。这个都属于人啊，贪嗔断了，愚痴也随之断掉了啊。熄灭贪嗔痴，你才能成就戒定慧，自自然然成就，一点都不需要操心啊。虽然佛经里面讲的很多啊，那么简单的说，第一个，对于人事要忍，你才能跟人和睦相处啊，这个也是最难的，非学不可啊。善人恶人都要忍啊，善人不生贪念，恶人不生嗔恚。你要真的肯学呢，你对善人恶人会平等看待啊，都是我的善知识，都是我的老师，帮助我断贪嗔痴。没有境界天天磨练你，你怎么会成就啊？所以不要看到这个境界不好，好我舍弃它，好那你什么都学不成啊。你要在境界里成就你自己的心啊，放下你的习气啊，烦恼习气啊，这个就是锻炼的时候啊。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无一不是善知识啊。所以真的人人是好人呢，事事是好事啊，啊无不是帮助你提升境界啊。
帮助你啊，化解烦恼习气啊，成就你的智慧，成就你的德行啊，所以永远是个感恩的心，对一切众生。要把一切众生看作善知识，把一切众生看作诸佛菩萨，你才会有成就。他在我面前示现种种不同的相，天天来考验我，像老师一样，天天考学生，学生成绩才能往上提升，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情，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僧人里面呢，还包括什么？包括的时候，这个大自然，你说夏天你要能忍热，冬天你要能忍寒冷，这个气候，自然气候的变化，对于自然界的时候也都要能够忍耐，不生烦恼啊。不生贪爱，不生嗔恚，在环境里面要去锻炼。那个法人是修学佛法，求学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不能成就。尤其是佛法跟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传统教育老师首先训练的时候就是训练你忍，你要不能忍，你不能成器。聪明的这个学生，耕地的学生，往往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老师不准，完全听老师的教诲，那是什么？训练他的忍耐。人他才能有定，定才生智慧，没有通过人跟定，那个智慧是佛法里面讲的视知变聪。视知变聪是八难之一啊，为什么？它障碍你的定。为什么？你还是心浮气躁，你定不下来啊，你妄念很多啊，那你见解很多啊，这个见解什么？胡思乱想啊，所以真的善知识他在这上下功夫，你有体会，不让你，就是不让你，从前我们不晓得，到以后才明了了，这是真正的好老师，真正的善知识，他对我真有帮助，我在李老师麾下学讲经，那个时候30几岁，我跟他的时候32岁，只准在家里讲，不准出去讲，出去讲的时候限定没有超过40岁不可以出去，为什么呢？怕你没有定力，你一出去就接触名闻利养，你很容易被诱惑，因为财神名食睡你都接触到啊，由于这个上面退转的堕落的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老师防范很严呐。在家练习，在家的时候练讲，也让你学习谦卑，你不是讲经是在练习，这个对我
受用很大啊。所以我一直讲经那么多年，我不敢说我讲经，我说我在这里做心得报告，在座的这个下面所做的都是我的善知识，我是这样看法，都是我的见学啊，我学习向大家做报告啊，我不敢说我讲经啊，永远保持谦虚，永远保持对别人的恭敬，你才不至于堕落，才不至于染上不好的习气啊，这很重要啊！啊，劳师用心良苦啊，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啊，那么身法人是讲无身法人，是讲寂灭人，哦，那个高了，那境界高了，啊，那个不是我们先前境界，啊，可是我们要晓得。那你由此可知，你没有无生法人，没有寂灭人，你就不能成就啊。无生人是什么意思呢？你真正能够通达明了一切法不生不灭啊，这个人当作什么？当作肯定，当作认可啊，承认佛所讲的一点没错。可见的，你入这个境界，你才肯定啊。没有入这个境界，哎，听佛说的，啊，这不是我的境界。啊，寂灭人，这个无生法人，八地菩萨了。寂灭人呢，是如来究竟果地，啊，所以再加上个无上甚深人。无上甚深人当然是指无生法人跟寂灭人啊。那么我们现在要相信啊，完全肯定相信，决定不怀疑啊，世尊所说的，虽然我们没有证得，我们努力向这个方向目标去迈进啊，一切法真的不生不灭啊。实在的讲的呢，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这五句话啊。这五句话是形容我们自信的体相作用啊，通通说的很圆满，只有20个字啊。那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把这20个字证实啊，决定没有怀疑啊，我要在一生当中证得这个境界啊。实在没有能力证得这个境界，念佛往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境界完全现前啊。所以这是个特别法门啊。那么我们对这个境界了解的越透彻越清楚，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有信心，你有把握啊，一点不疑惑，这就非常难得了，就是等于是说保证往生啊。你对这个不了解不透彻，你有疑惑，疑就产生障碍啊，到信心一动摇的时候，全功尽弃啊，现在很可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到后面还有一首经。